呀，副总今天值班啊？嗯，太乖了。啊，我看有个视频，用氟化液钓鲤鱼的，真的有嘞。这谁能知道啊？估摸着能钓着吧？得上试试。不，我今天主要是钓你青鱼来了。钓青鱼钓一次困一次，算了吧，弄点都钓上困一地了。你就说多少钱，我给你转，就不是不给你钱。六十。行。整个吧，凯哥。你要这次钓上青鱼了，奖你一次正钓，用氟化液钓。我钓不着了。钓不着了，就以后少来吧。倒像是个网红的。我影响你生意了，这是。影响生意。我今天肯定能钓着，走，搂他青鱼去。今天专门约了个民间高手，哎，二哥，打我认识他起，钓青鱼就没空过。你还二哥学习一下。今天为啥会空？录像了，录像了，这鱼不害羞啊，跟上镜没关系。我就坐你旁边了。钓青鱼呢，拿出来我霸王汉二代，这杆子还是比较硬的，线组是十拉八。二哥那借俩螺，今天纯螺钓。来，二哥借俩螺。挑俩大的。也够，嗯，够，比我够小。够小了一点是吧？就行了。对，没问题。走。你先定好位。先定好位，然后打窝是吧？好嘞，哥。呜、哦！我平常要是钓啊，五斤十斤又扔里头了。反正就两勺。抠啊哥，你看你。不是，你这钓手青鱼就两勺，这不是有点抠啊？再来点。你得一早就回来。不，再来两个，再来两勺。这回再到那三岁，钓三岁还用不完了，你这就回来了。我，你的秘诀就是小窝钓大鱼啊。对。好了哥，好了哥，好了哥。这我心里面就有底儿了，哎。你看我到了，我这到两小勺。两小勺，要不你今天钓不着，肯定是我能上。全这个颗粒有了。那再来点颗粒，再来点颗粒。咱俩掐一把吧，掐两包华子。行，咱比总重还是比尾数？尾数，比尾数哈。谁赢了谁买两包华子啊？搞二哥两包华子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嘿嘿嘿嘿嘿嘿。二哥来口了，搂他搂他，搂他搂他搂他来了，我天！跑了啊。啊，那是我指挥失误了啊。我一直喊搂他跑了。像这种情况不能打。哎，这种情况不能打，我不会打的。不拖黑绝对不打了。你别听我的，我一喊搞他搞他你就抬杆子。我把我不听。二哥开始找原因了，螺不行了又，螺淹死了，鱼不吃了，不换，本来说换了，咱一刺激二哥，二哥不换了，好，没事，二哥会武术，也没说你啥呀。天黑请闭眼。我了个天啊，扔准了我还在这。天黑请闭眼。呀呀呀呀，我操，断了，好了，线断了啊，线断了，主线断了啊，你看小辫断了，又小辫又断了，你看小辫断了吧，看看看看看。你十号的主线吗？十号主线都断了，我这八号子线
八宝溪那段，所以就是一抬杆刺住鱼一扔。十大八都赚了，我操！双顾烧市断了，两对差点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呦我天！没跑没跑。我靠你！你咋了？弄不住好。哎，线细，我这招可以的，中了就扔线。该扔就得扔。啊。我去，吓我一跳，我又跑了呀。拽不住，拽不住。我石头石完了，石头石完了。没事，那就等着，别，不能生石头石了啊！它已经没劲了。不小，这个不小，绝对不小。它就那个冲力。这叫遛鱼哈。好，我得过去了，去那边溜，别搅了你窝。你把杆拿走吧，二哥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鱼呢？在上头了，在上头了。没跑位。没跑，没跑，没跑。二哥，走二哥的路，让二哥无路可走。哎呀！啊，来了。是吧？哎，咱也能喊一嗓子，二哥超一，承让了，承让了，二哥，还没到点儿，不能高兴太早。不是鲤鱼吧？我靠！这话说的，这能是鲤鱼吗？40米的石头石都完了。往那边走，往那边开吧。我要上去，上去，那边不能上。钓鲤鱼有人笑话的。不过二哥，你现在还可以认输，输一半。第二节不认输。还不认输啊？半截不转不挨，非得挨整块转啊！来。我已经打两趟了。你没弄上来。如果这条不上啊，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赢了。那这我上来了。看多大。哦，不小。这家伙跑不了他了，累毁了，累，浑身冒汗。二哥说了，给他遛他都不遛，还是我过瘾吧。我这霸王汉二代，给我起来！还有劲儿，没劲了，还有劲儿，我操，这么大劲儿啊！彻底弄得没劲儿，遛翻他。哎。成功上来，哎呦呦呦呦呦！来二哥，让我带钩。成功上来。哇，这条鱼可得有10八斤。有有有。10八斤。这鱼皮毛行啊。皮毛可以啊，干净。合个影，给我那。一包的楼太凉了，楼太虎的了，就小包。起来站起来。差不多。18斤有了啊，给老板发个照片，50到手。来，18斤走了，把大哥叫过来啊，还要我的钩。二哥年老了，遛我鱼累，让我遛就行了。接着来，你得加把劲儿啊。加劲儿。我今儿来，老板就看不起我，他说呀，我能钓着青鱼，奖励我下一回鲤鱼正钓。我要钓不着青鱼。他说我以后别来了，你没脸来了以后。我现在已经上鱼了，老板实在是盘住了，接下来就是弄二哥的华子，加把劲儿，二哥。加劲。补两勺窝。刚上了鱼，还得喂。啊，两个华子了。别高兴太早，还没结束。大都结束了，没结束呀。没结束呢。啊，对你跑了两趟，好了，等着吧。下轮给你倒了啊。行，你今天这个螺是真办事了。我见了3-4个黑漂没打住，你是跑了两条，还断了个主线。今天口还是不错的。啊，我还上了一条。行。这就瘦了，二哥，还有口啊。
来受不了了。承让了，承让了，二哥，那感谢你这两包华子啊。今天输给你的。输给我了。今天弄得还不错，口呢溅的特别多。二哥跑了两条，我上来一条跑一条，总的来说四条了已经。赢了老板一次正钓，赢了二哥两包华子。下回接着战吧。接着战，那我不服气啊。行，下回再让他赢回去。那今天就这吧，我也准备收吧，太热了，一上午钓了四条，跑三条。兄弟们，老弟呢就到这儿了，30多度，接近40度了啊，浑身流水，已经湿透了。下回正钓，咱再继续跑老板，拜拜。